第43集。回到楚家的时候，天色已暗，屋里灯火通明，没进院门就听见楚家人高高低低的说话声，饭菜香都飘到院子里来了。萧锦瑜心里无端的暖了一下，从一片死寂的郡王府沾染来的冰冷沉郁感消融殆尽，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脱下了一身铁皮铠甲，疲惫之余又感到格外轻松。不知怎的，突然觉得是到家了，明明是个还没待满一天的地方。我们回来了。正好。楚楚爹端着一盘排骨汤，笑呵呵地从后门进屋来。都做好了，吃饭吧。好。萧锦瑜坐到桌边，往桌上看了看，桌上荤荤素素摆了一大片，都是最普通的家常菜，可一看就是费尽了心思往精细里做的。香气热腾腾地挤了一屋子，把萧锦瑜向来迟钝的食欲都唤醒了。楚奶奶盛了满满一大碗饭放到萧锦瑜面前，笑着道：小地方啊，也没什么好吃的，就吃个新鲜，多吃点啊，不够啊，锅里还有。够了，够了，谢谢。楚奶奶笑着伸手，拍了拍萧锦瑜的后脑勺。你这傻孩子，老客气什么呀？应该的。楚楚爹舀了一碗排骨汤递给萧锦瑜，碗里排骨堆得高高的。我就这个汤做得最好，你尝尝，好吃不？你要爱吃啊，回头我教你。楚河直笑。爹，人家是京城的大老板，才不会跟你学做汤嘞。我学。你学个棒槌。楚爷爷翻了个白眼，夹起一只硕大的鸡腿塞进了萧锦鱼碗里。你看你瘦的，一不留神再把自己当排骨煮喽。您说的是。楚楚也笑盈盈地往萧锦鱼碗里夹了几筷子菜。你爱吃素的，我们这儿的菜可比京城的菜水灵多了，你多吃点。萧锦鱼看着面前堆得跟小山似的饭碗，额头上默默冒出了一层细汗。要是把这些一气吃下去，一直到冬天过去都不用再吃饭了吧。抬头看见楚家五口人齐刷刷地看着自己，一副他不吃他们就都不吃的架势。萧锦瑜赶紧拿起勺子喝了几口汤，又拿起筷子胡乱扒了几口饭。萧锦瑜刚嚼了几下，就听楚爷爷问了一句：咋样啊？萧锦瑜一紧张，立马想说个好，结果一口饭噎得急了，突然呛咳起来，咳得脸颊都红了。楚楚赶紧凑过来帮他拍背：你慢点吃嘛。楚奶奶一边给他倒水一边埋怨楚爷爷：你这老头子，吃个饭还堵不上你的嘴啊。喝了几口水顺过劲儿来，萧锦瑜摆摆手想说自己没事，可还没出声，脊骨里倏地窜上一阵强烈的疼痛。萧锦瑜身子一颤，疼痛迅速沿着骨头蔓延开来。这时呼吸控制不住地急促起来，趁着剧痛还没把意识耗尽，萧锦瑜一把抓住楚楚的手放在自己的腰带扣上。楚楚，药。看着萧锦瑜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一片，楚楚吓了一跳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楚河一下子跳了起来，伸手就把楚楚扯到了自己身后，一脸愤愤地瞪着萧锦瑜。你要啥？楚奶奶把楚楚揽到了身边，意味深长地看着靠在轮椅中气息不匀的萧锦瑜。哎，孩子啊，这样可不成啊，提亲是提亲，得拜了堂才能算数。萧锦瑜一张脸上又黑又白，冷汗顺颊而下，喘息地说不出话来，更别说去解什么腰带扣，只得直直地盯着楚楚，指望他能想起点什么来。楚楚爹在楚楚和萧锦瑜之间来回看了看，看着萧锦瑜死死盯着楚楚不放，
挠着头嘿嘿一乐。嘿嘿嘿，我都不知道咱楚丫头还能让人稀罕成这样呢。被萧景瑜这样盯着看，楚楚猛地想起来那天侍卫是怎么摔了他的腰带扣，取了颗药给他吃的。往他腰间一看，正是个一模一样的腰带扣。他又沾着什么脏东西了？楚楚急着冲过去，你忍着点，我帮你。还好他记得起来。楚楚上前就要解萧景瑜的腰带扣，楚河一把拉住他的手，一张脸涨得通红。不行。以前咋不知道这丫头片子这么大胆，当着一家老小三辈的面就敢。楚楚抬起胳膊肘子，使劲往楚河胸口一顶，把楚河推到一边，急道，你快点弄凉水来，要带冰的，他得泡到冰水里才行。楚河一愣，怔怔地看着大汗淋漓喘气急促的萧锦瑜，看他身子单薄的跟纸糊的似的，还是个残废的，他这向来好心眼的妹子咋对自己男人下得了这狠心啊。楚河咬咬牙，抓起楚楚的胳膊把他扯开，一张脸憋得发红发紫，才憋出一句话来，要不我来。萧锦瑜快疯了，刚要提起点力气开口，就听楚爷爷把拐棍往地上一顿，沉声道，都闪开。楚爷爷走过来，一把抓住萧锦瑜的手腕。萧锦瑜一惊，想挣没挣得开，楚爷爷往他脉上一搭，脸色一沉，把他呀抱到里屋床上去。楚楚爹怔怔地看看萧锦瑜，又看看楚爷爷，抿了抿嘴，爹呀，您年纪大了，这样不好，您要是不放心，要不我来。萧锦瑜后悔自己怎么没早点昏过去，现在想昏都不敢昏了。来个棒槌。楚爷爷拐棍一顿，再磨蹭啊，想给女婿收尸啊。楚楚爹一愣，奔过来摸了下萧锦瑜的脉，一拍脑门叫起来，哟，这是个棒槌，快呀。哎哎，楚楚爹和楚河手忙脚乱，又小心翼翼地把萧景瑜送进屋里抱上床。楚奶奶一直把楚楚揽在身边，不让他往前靠。楚楚急得直叫，快把腰带扣拿下来摔了，快点给他泡冰水，我得给他扎针。楚爷爷正一手拿着个小坛子走进来，抬起拐杖就往楚楚小腿上抽了一下。叫，知道他是啥病啊，你就叫。他。楚楚看着躺在床上已疼得一时不清的萧锦瑜，张嘴结舌。他就知道他有风湿，他胃不好，他怕黑怕脏。可这怕脏也算不上是病啊。楚楚发愣的时候，楚爷爷已拿着坛子凑到了床边，接了坛子盖，屋里顿时漫开一阵浓烈的酒药混杂的气味。楚爷爷掰着萧锦瑜的嘴，把坛子里深褐色的汁水硬灌着让他喝下去，一直灌了大半坛子，萧锦瑜突然趴在床边吐起来，楚河赶紧递上了痰盂。萧锦瑜开始还吐的是秽物，吐着吐着突然呕出一口暗红发黑的血来。楚爷爷这才把那坛子搁到了一边，伸手搭了搭他的脉。行了，捡回条命来。那他是啥病啊？楚爷爷扭过头来瞪了楚楚一眼。他是啥病，你咋不问他呀？楚楚往后缩了缩。楚爷爷沉着张脸看着他问道，楚丫头啊，这人到底是干啥的？楚楚缩到楚奶奶怀里。他是京城的大老板，卖茶叶的。楚爷爷咚地把拐棍往地上一顿。才出趟门就学会扯谎了？卖茶叶的上哪儿染上这么厉害的尸毒啊？看着楚楚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楚奶奶也着急了，拍拍楚楚的肩膀，楚丫头，
他有啥病你咋都不知道啊？快说吧，这孩子到底是干啥的呀？楚楚没说谎，是我有所隐瞒。一家人的目光本来都集中在楚楚身上，突然听见床上传来的微弱声音，刷一下全都看了过去。萧锦瑜已经恢复了意识，身上还在疼着，但疼得明显没有那么剧烈了。萧锦瑜勉力撑起身子，楚河搀了他一下，扶他靠着床头坐了起来。谢谢。萧锦瑜淡淡看着愣在楚奶奶怀里的楚楚，勉强提着力气，虚弱却也清晰地缓缓道：我确实做茶叶生意，只是不光做这个。我在京里还是个当官的，查案子的官。先前恐行事不便，有所隐瞒，还望见谅。楚河眼睛睁得溜圆，盯着这个坐都坐不稳当的人。你是京城里的官啊？萧景瑜轻轻点头。那是多大的官啊？没品阶，但只要是案子我就能管。楚河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那不得比正县令还大呀？萧锦瑜点点头。大一点儿。楚楚爹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个长得一点都不像大官的官。你这尸毒是查案子染上的吧？是，有三年了。有回查案没留神，被人盯进了一口装着腐尸的破棺材里，关了三天才被救出来。后来就发现染了尸毒，也再不敢待在没光亮的地方了。萧锦瑜浅浅苦笑着看向楚楚。我怕他嫌我，没敢说。楚楚一急，从楚奶奶怀里挣出来，奔到床边，一头扑进萧锦瑜怀里就哭开了。我不嫌你，一点都不嫌你。被楚家人齐齐看着，萧锦瑜脸上微微泛红，勉强抬手轻轻拍了拍楚楚的背。谢谢。楚楚突然松开萧锦瑜，转身拉住楚爷爷的胳膊，扬起一张挂着泪珠子的小脸，带着哭腔道：爷爷，你救救他吧，他是好人，大好人，我保证。楚爷爷脸色沉着，盯着面色惨白却神情淡然的萧锦瑜看了一阵，摆摆手叹了口气，走到桌边摆开笔墨，边写边道：我写个方子，你呀跟你奶奶去找秦郎中拿药。哎呀，尸毒这玩意儿啊，邪乎得很，染上的人也少，一般郎中啊都不会治。要不是你太爷爷染过，我也没法子。他呀这都拖了三年了，都进到骨头里去了，一时半会儿啊治不好，得慢慢养过来。楚楚抹抹眼泪，接过楚爷爷递来的方子，又跑过去抱抱萧锦瑜。你肯定能好。萧锦瑜浅笑点头，看着楚楚跟楚奶奶出了门，向楚爷爷颔首，真心实意的道：谢谢爷爷。哪知道头还没抬起来，楚家三个男人齐刷刷的给他跪下了。每天给他下跪的人数都数不过来，还从没把他跪得这么心慌过。萧锦瑜惊得急道：快请起来，晚辈不敢当。三个人不但没起来，楚楚爹还磕了个头。你是查案子的大官，早晚能查出来，我们还是自己先招了吧。萧锦瑜一怔，楚河赶紧道：我们要是自己招了，就算自首不重罚吧？萧锦瑜鬼使神差地摇摇头，这话说的是没错，可他完全没明白这是说的什么呀，这么一家人能犯什么大罪啊？楚爷爷抬起头来看向萧锦瑜：你说要娶楚丫头，
其实是来查楚丫头身世的吧？萧锦瑜心里倏地一沉，脸色微变。楚爷爷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，村里穷得揭不开锅的，都嫌我们五作家。这京城里的大官啊，哪会自己找来这小地方提亲啊？要是楚丫头还有别的地方能去，我们也不愿意就这么耽误她一辈子。那么好的一个丫头啊，就因为在五作家被人家嫌弃这个嫌弃那个的，就没一家人家愿意娶她的。